ลูกเยอะไงมาแล้วก็ไม่ถึงหัวแย่Hello， 进来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好。今天我跟奶奶从山上的竹林里把这个竹子啊砍回家，因为我们要拿这个竹笋拿去做竹筒饭吃。这些竹子啊长得太多了，竹笋长得太多了，然后呢又把它给砍掉，因为不砍掉的话，到时候农户啊种着这些稻田啊，它就会树叶就会落下来，到时候种的庄稼就没得收嘛，所以呢我们只能把它砍着回家拿去做干笋吃。奶奶在后面拿着挺多的，我背了一大筐，因为今年的笋子长得比较多。进来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看到小编这个视频的，不嫌弃咱们三娃的，给咱们三娃点上一个免费的双击，这个关注吧啊，谢谢大家对咱们的支持，感谢大家。